声音很大的关系。那么大家好，那个我是小 B， 那个自由少女，我是社群都叫我小 B， 对，就大家叫我小 B 就好了。好，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呢，是有关于 OpenStreetMap 在台湾的历史投资回顾。然后我要到这个点是，我来不及统计说那个店家那个会执照，店家跟那边的这个 BY 的执照官。所以这里的话，我们今天的主题大概叫做带大家做时光机，看一下十年前大家画的怎样，看大家十年后大家画的怎样。然后那些数字的话，如果大家很好奇的话，我当然可以教大家如何用 OpenStreetMap 跟 BY 来跑这些数字。如果有时间的话，我们可以自己用 OpenStreetMap 跟 BY 来跑这些简单的数字。所以晚一点有机会的话，我再补充好了。然后呢，简单来讲，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。我正如刚才瑞林所说，我现在在旧金工艺科技担任城市设计师，然后主要是负责网站前后端。然后呢，我们公司也是在做一些就是防灾应用的东西。我兴趣的话，欢迎跟我负责是跟金盘下属。然后呢，对。然后呢，同时我自己也是从小开始就是个爱画地图的人。然后呢，从小开始就到处台湾走透透，然后去研究不同的公路系统，然后也是半个公路迷，也是地图迷。所以说，当公路那个慢慢在台湾成型之后，就开始投入了地图的绘制工作。然后，所以在台湾做了蛮大程度的贡献，然后也画了很多东西，然后让台湾看起来变得比较，就是慢慢的呈现。当然也不是一个人功劳，就是所有人一起，然后慢慢成就一道地图系统，有这样子的成就感在里面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来回顾这个历史的部分，因为呢 ，OpenStreetMap 在台湾从我开始画的时候，大概是2013、2014那个时候的地图的状况可以说是百废待举，因为那个时候台湾的部分才刚开始。可是到了2019，你可以自己去点 OpenStreetMap 来看。那个地图的状况已经是非常，至少在低的中 level， 就是说在很低的就是说如果你放得很远，那 OpenStreetMap 上的效果是已经很好了。当然，如果你放得很近，商家你放得很近，会看到很多缺点，例如商家有缺，像中的名字有缺，这里少一家便利商店，这种事情都还是很明显。可是跟以前比起来好很多，当然可以从图片来看。然后呢，所以说呢，这个题目的重点会放在说我用了什么样的技术，然后去想办法从现在去捞到十年前地图长什么样子。然后呢，我们哪边出了什么问题，然后呢，哪边是我们已经改善的地方，哪边是我们可以做更好的地方，大概是这样子的感觉。然后呢，因为技术手段的话，其实我做的有点赶，我们本来想要用一个有人已经做好的 OpenStreetMap 可以出人用的，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把所有的历史资料通通丢到一个 database 里面去，然后他都可以选定时间点帮你分成一个地图。这个任何东西作者已经不为过，然后再使用了一些过时的相依的函数库，所以后来就想一想，因为时间和点不及，所以就没有打算去尝试。因为大城市嘛，也是类似其他大城市嘛，然后先修改。然后呢，因此呢，我们想要另外一种方案，就是 OpenStreetMap 它是一个公开的资料，它如果是一个地图，也是一个公开的资料库。然后它有一个完整历史版本的资料库。我的做法就是说呢，我们先下载把完整历史版本的资料库，然后呢，切成每年一份的档案，就是以年为单位，切成2009、2010、2011，一路切到2019。然后每一份的时候，分别把它导入一个资料库里面，就是说我们建十一个资料库，我们建十个资料库来放这些东西。然后可能这样的做法是它直接比较直觉，因为前面的做法还要变成说你要建一个专门有时间的资料库，然后要特别回复它。可是后面的做法是我用十个资料库，然后用现有的架构，用现有 OpenStreetMap 的架构去做它，就可以直接完成了，就可以直接把图片给送出来，这样比较直觉一点。然后最后就是用 OpenStreetMap 的图砖的开源图砖，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开源的工具叫做 OSM Node Density， 这个它是一个很简单的工具组，让你可以把 OSM 的那个点的密度给画出来的一个工具。我最后做了一些修改，让它可以在台湾的区域用更高的比例呈现。那
下来，我们这个使用，我们的使用，因为 OpenStreetMap 的档案是一个超大张的 XML， 它的资料格式是一个超大张的 XML， 然后呢，会有很多公司他们为了公益，然后把它切成不同的东西，然后 XML 有一般的版本，就是不含历史记录，还有就是包含所有历史记录的版本。我们这里下载的是它包含所有历史记录的 Full History Tree 的版本，然后呢，我们可以从它，然后呢，这个版本的特色，它的这个重点是说，因为它要符合欧盟个资法的规定 ，GDPR 的规定，所以它现在改成说，你要用 OpenStreetMap 的账号登录之后，你才能拿到历史记录的版本，或者是你才能拿到有注册链的版本。因为对他们来讲，每个贡献的 user 都是一个个资保护的对象，所以说他们做这方面的个资调整。所以他们等一下提供给大家的东西也不包含个资，就是就只是单纯历史记录而已。所以我觉得这方面应该是没问题。你觉得这个网站下载好，它会以国家为单位，分国家或地区啊，跟国家或地区为单位，其实台湾是一个 GDPR 的单位，所以可以直接拿到台湾地区的解压缩的结果。然后呢，拿到之后呢，我们再透过一个命令列的工具叫 OSIUA， 然后用这个工具呢，我们可以把 OSH 的 PDF 就根据时间点切成对应的 OSH 的 PDF， 很方便。就是说，我可以下一个指令叫做 OS 这个 Osmia Time Filter， 然后呢，把它的 OSH 的 PDF 的，把它的 OSH 的 PDF 的名字倒进去，然后决定说你要在哪个时间点切，然后就可以决定说你要输入在哪个档案里面去。啊，对了，假如看不清楚的，我在那个黑客 MD 封底上面有写投影片的连接，大家可以点进去看，然后里面还有，大家有没有呈现的图片也放在里面。然后呢，接好之后呢，它是以我是以每年一月一号的 UTC 0.0分，就是台湾时间12月11号下午4点。至于为什么，是因为我没有讲太多，我觉得这样比较快，对。哎，不对，我写错了。它是一月一号早上8点，对不起，因为台湾上班半小时，所以它是一月一号，每天的一月一号，每年的一月一号早上8点，大家会补充一个改，一月一号早上8点为时间完全分。然后呢，以2010年到2019年建立10个资料库，然后把这10个版本的 OSN 的 PDF 透过 OSN 标准的那个工具叫做 OSN 的 PDF Studio， 把它的资料倒进去 Postgres 里面。放进去之后呢，最后一步就是透过 OSM 标准的图砖叫做 OpenStreetMap Cargo， 这是标准的 OpenStreetMap 图砖，然后用这个图砖，然后搭配另外一个 MapLink 的工具叫 Link 4。总之，这个工具啊，只是说大家如果有兴趣想要重跑一遍的话，可以用这个数据重跑。然后呢 ，Link 4你只要下它的经纬度、范围的经纬度，然后呢，你的那个 OpenStreetMap Cargo 才跟做一个 XML。然后最后就下我要产生的图片，当这自动产生出来，哇，这是2019年台湾的 PNG 图档。最后呢，我们再使用另外一个工具叫做 OSM Node Density 图，就产生说它每一个时间不同的时间点，它的弄的密度是怎样。然后所以说呢，我们来看一下那个产生出来的结果哦。我们先来看 Node Density 的部分，它是。这个是我们大家这个荧幕很黑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荧幕对，这看不太大。2011年的时候，台湾还是蛮黑的。2011年、2012年、2013年，这样看得到吗？这里太烂了，所以可能这个东西还这里太烂了，所以可能。2011年的时候，台湾还是很黑嘛，然后我们看。因为是往下看，2011年、2012年、2013年，到2014年的时候情况就很好，然后2015年越来越亮，然后到2019年的时候是这个样子，就是说台湾每个区域的状况都比跟2011年刚开始起的时候好很多，然后尤其是在都会区的地方会特别亮，啊，但是都会区的地方台北啦、桃园啦、台中啦，还有台南高雄都特别亮，然后有一些区域当然还是有在改进，可是。至少台湾有住人的地方的话，可以看得出来，就是跟以前比起来越来越亮。然后当然也有一些地方很有趣，例如像是如果你去看图片的话，你可以注意到
杨梅的这一个地方有一个正方形，有一个很奇怪的正方形。但是因为当年我们有一段时间那里缺乏卫星图纸，所以那一段时间我们那边基本上没办法画。走，这个等一下我们拿杨梅的图纸来看。然后呢，所以如果说这个是做的非常底，建议大家直接去看投影片里头做的影片连接比较清楚。然后呢，如果我们以全台湾为地图来看的话，2011年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到这是9年前，我们还有一些像中横是断的，或者说像是有一个地方路是没有接起来的。如果你直接去看图片的话，很多路都没有接起来。然后经过了9年的时间，我们才慢慢的一步一步，2013、2014、2015、2016、2017、2018，到2019年的时候，你才看到台湾慢慢变得像。台湾慢慢变得像这样子完整的样子。然后呢，我们就以每一个都会区来看的话，例如说，先从这个高雄来看好了。高雄2010年的时候，你可以注意到郊区都是空白的，很多地方都是空白的。然后一路到2013、2014、2014年的时候，就开始有逐渐雏形了。然后再到慢慢的补齐，例如说就在2014，例如说一些土地应用的部分慢慢的补齐。然后开始有一些建设，那边的建设还有出现，然后到2019年变成这样的样子。同样的状况可以在其他部分看到，例如台中在2010年的时候也是非常惨淡。你这个发展的时候，你这个发展的时候，真的更多都得接起。对，9年前的时候，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从这个状况开始画的。然后呢，大概1年1年不改变好，也大概是在2014的时候就比较完整的可以看到现在的雏形了。然后。可是，然后呢？随着台中的建设，例如说，大家可以看到上半部的水南经贸园区，那河东从化区，这几年台湾的从化区盖起来之后，我们慢慢的把它划到进去，然后也当然说，换置的东西的密度也越来越好。当然，台中的问题是上道的部分比较，上道的部分可能还是比台北来讲比较不齐全，可是至少以这个解析度来讲的话，台中的话其实已经是画的相当的不错。然后再来就是台南的部分，2010年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惨况，然后2011、2012、2013、2014年的时候就2014年的时候，对台南有一个很积极的立体化制作，所以2014年的时候台南的状况都很不错。那可是接下来呢，因为台南的成长很快，所以我们大北区当中其实越来越好。就像2019年的时候，2018到2019年的时候，这一个的池塘被人画起，我觉得了不起。对，那池塘画超很久的时间，然后大家可以经过19年的绘制，大家可以发现在更完整的台南市。然后最后就是台北了，台北2010年的时候长这个样子，你可以看到说最惨的地方是，你可以看到说在三重、芦洲都是空的，很惨，或者说木栅的话也是空的。可是呢，也是经过了很多年的努力，例如说到了2013、2014年的时候，这边就比较完整一点，就是我们开始有人去投入，开始有人去画之后呢，主要跟着开始出现，然后就是变得有慢慢有现在的雏形。那接下来的几年就是慢慢的去做改善之后，在2015年的时候就我就画了很多树，所以出现了很多绿绿的地方。然后2016年、2017年。当然也有一些建设部分的改变，例如说环状线的出现，例如说机场捷运，然后大家也可以慢慢的看到说城市的改变。那例如像是三重这个地方的小桥从化区盖起来了，或者之类的小改变。其实一开始的时候看的比较，可能一开始的头几年大家看的比较是地图从零到有，然后后来的话会变成说我们看的是从粗到细。或者是说一个地方从化到盖好，从化到盖好，或者更盖满东西，这样子慢慢的一个差别。桃园的话也是类似的状况，2011年的这个样子，2012年的时候开始出现了个比较多东西，2013年、2014年的时候长成了现在差不多样子，2015、2016，而且可以慢慢注意到桃园区旁边的从化区慢慢的长了起来。2017、2018、2019年的时候已经相当的不错了，大概就这个样子。好。
来一个比较特别的例子是杨梅，刚刚有讲过说，因为杨梅这个地方我们从进去到了金组织，所以尤其是 OpenStreetMap 的，其实我后来有采访，我跟地图业者去聊过天，我后来发现说啊，天哪，原来二三十年前那些长辈也是拿回金组织来瞄，所以其实重点是说，你一个地图要做初步的绘制的话，你首先还是需要一个良好的卫星地图。然后一开始的时候，我们的来源没有那么多，我们只有微软的第一家来源。后来在很多大型组织厂商进场的时候，我们在2014年、2015年之后才开始有比较多的投资选择。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呢，只要并没有的地方，我们基本上就只能用 GPS 轨迹，就自己开车去画。对，不然就违规。对，不然就算违规，就算违反版权。对。然后那是2014、2015年之后，然后再过几年之后，那个国土中心开放了，国土中心开放了低解析度的版本也给我们画，所以那这样之后，也不能给我们画，但是我们开放授权，所以我们可以拿来画。所以这样之后，就在2016年的时候，我们的来源就变得很多，所以真正的像地图的那个可以呈现、可以画、可以相同授权的东西变多了，所以我们可以画的东西就变多了。可是呢，所以一开始的时候，2011年、2012年。2013年，虽然很多东西到2014年改进都很多了，可是因为这一块画的图在2014年还是坏的，你看到连嘉楼道都没有画完，你看到的是连嘉楼道跟街区都没有画完，这个是到2015年才得到改善。2015年的时候已经看到说哦，嘉楼道出现了，对，才发现嘉楼道出现了，但晚了很久。可是对我们一楼图之后进展就变得非常快速，2016年、2017年、2018年。到了2019年的时候，这个地方的绘制状况已经稍微有赶上，已经赶上了其他区域。大家可以从那个非常低的图可以回去看一下，就是那一块白，很明显有一个缺一个长方形，而那个长方形呢，我们花了大概两三年把它慢补齐，才变成现在的样子。好，那以上大概就是我们的图片的回顾的部分。然后呢，我们最后就是。我不知道要讲什么，所以就用 discussion 的时间。就是说，第一个就是说，因为我们社群人的投入大概是在2013年开始，所以说大体上来讲，我们的台湾的 OpenStreetMap 也是在2013年到2014年先慢慢长起来了。然后呢，因为我们早期缺乏对应的组织，所以我们存在很多盲区，就例如说像桃园杨梅这种盲区。然后呢，我们也是要花很长的时间再来把它慢补起来。然后大家也可以注意到，在于说，目前就我自己的绘制经验，然后跟那个大部分，然后跟我自己使用地图的经验，彰化中部我这区域，像彰化云林还是比较弱点的区域，因为相较之下，这区域的人口密度低，然后有住在那边的那个可能也比较少，所以通常有可能就是我在我妈开车过去，哎，那个我来画地图。对，真的就是对，所以就是说，经常就是要这样子。所以相较之下，如果大家对彰化云林有兴趣的话，欢迎画那边。东部也是个弱区。都会区的话，可能就是台北比较好，可是其他的都会区像台中啦、台南、台南很好一点，台中啦、高雄啦，其实都很，就是大家可以说放到你家看一下有什么可以画的地方，随便画一画，可能都可以来贡献这个社区。对，然后呢，以上大概就是我今天所分享的内容。然后呢，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，等下来提问，谢谢大家。
虽然以现在卫星地，以现在卫星图的技术，虽然说它会根据那个地形图去做震慑，而实际上震慑出来的图片很有可能还是有很大的地形落差，所以山区的道路通常很难画到很准确。然后通常我现在都是依靠国土中心的那个版本去做校正，因为那个版本的景图状况很好。通常都要通过 GPS 轨迹跟那个跟国土中心的图去做校正，大概这三个地方最难画。好，请说。我想问一个比较不一样的问题，就是我想问你在那个 OSM 的那个申请当中有没有听说过？这些社群有人讨论过一个概念，就是讨论过类似这样的概念，就是用空拍机去拍照片，然后再用强制去把那个影像去拍下来，影像转成地图给那个。我们社群应该有人实验过。没有。对。那结果效果如何？效果很好啊，因为它比较好记，但是它的先驱很有限，因为那个限制给的地方有点少，比如说像大安区那边，大部分地方都有嘛，然后还有一个高度限制，比如说它的码标就是40米，就还那个路人穿的时候，那大部分的那边的高度其实都超过40米，所以其实我觉得好像在偏远地区会比较好一点。那另外一个实际使用就是我是买 DJI 的机器，但是如果要做通道的衔接的话，你需要另外连接它。那目前我们手持有一个东西就没有，它接起来勉强可以接，但是会有一些奇怪，或者说很多破片。所以现在如果要做的话，可能还是要找商业比较容易一点。我们手持方法还有一些可以改善。OK， 感谢回答，谢谢。真的。可以稍微解释一下怎么画吗？如果有人想开始构建，可以说第一台有吗？第一画家，第二画家，第二要说，那第二刚不是画画画？其实要画的话，我简单解释一下，就是它我们的地图是一个大型的资料库，然后这个资料库是由点线面的组成，每个点线面会有自己的标签，基本上就是我们对一个点线面下标签，然后这样去做东西。然后基本上呢，如果你要画的话，现在比以前简单很多，你只要上去 OpenStreetMap 的网站，找到你要画哪里，按下编辑，然后登录一下，然后它就有图形化界面会告诉你怎么画。然后那个图形化界面有操作手册，然后有做操作手册，然后有不同的地方可以加入我们的脸书社团，然后我们会试着，然后我们当然有一些线上的一些文件，有些有翻译，有些没翻译，大家可以搜寻一下，搜寻一下之后，通常都有不错的结果。OK， 我们想问就是 OpenStreetMap 在政府的立场来说，会有什么样的关系吗？还是说政府就是干预，那会有什么合作？这个问题很好，其实我们跟政府的关系也是算近半竞争半合作吧。因为像我们国土中心，因为国土中心他们也是要自己也是要把投资卖政府，所以说这个买的是我们算竞争关系。因为很多其实现在很多政府网站因为 Google Maps 要钱，所以都转到卫生去。对，偷吃不的意思。可是在国土中心，他们因为单位使命要把 Open Data 地解虚度的版本，所以等于是把地解虚度的版本给我们画。可是反方下场的话，他们也是跟我们算是竞争关系，因为其实也算是一个比较那个，我就觉得啦，地图这种东西有竞争上的进步啦，所以对我们来讲，我们跟那个其他政府单位算是一个良性的竞争，也是一个半个，也是一个莫名其妙的合作关系，因为工业太贵了。对，对，像水培育的资讯现在就已经用了。哦，对。可是目前我们跟政府单位的接触比较少，所以我们其实也都是算是在互相摸索吧。我觉得我们之间的关系可能比较多互相摸索之类的，比较不像是很明显的竞争或合作。对，大概是这样子。
好，我们时间差不多了，那谢谢小 B。